优钵离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“我亲随佛，欲成出家，清官如来六年勤苦。”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至诸外道，解脱世间，贪欲逐漏。这个优钵离尊者呀，他是持戒第一的，他对于戒律上最精严，专门持戒律，这个。是他叫优钵离，翻到中文叫上首，上呢就上下的那个上，首就首领的首，上首。他呀是持戒第一的，对于佛所说的戒律呀，他丝毫都不犯，所以叫持戒第一。他的原来的名字呢？就叫这个拘尼，拘尼是他的名字。他呢是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一起从宫里头啊跑出去的，跑出去啊到雪山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情呢，他的清清楚楚的，他是。跟着释迦牟尼佛最久的一个人，那么在这个五比丘都走了，他也没有走，他还是在那儿陪着释迦牟尼佛修道，伺候释迦牟尼佛。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。我亲随佛呀，我亲自啊陪着佛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佛这个拘尼呀、陪着佛先到东门去游览，他因为啊觉得宫中很闷，先到东门呢去看见呢一个。生小孩子的，在那生小孩子，一个女人生小孩子，啊，这个女人呢，就又哭又喊呐、有时候啊，痛啊，就叫得不得了。他就问这个拘尼说：“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哭叫？”这个拘尼说：“啊，这个是一个女人在这生小孩子呢。”所以他哦，生小孩这么痛苦啊，于是乎啊，这个女人把小孩子生了，他有也就不高兴了，说回去了，不出去游玩去了，第二天说我们到南门去游玩去，去到南门呢，看看，到南门一看，看见个什么人呢？看见一个老人。看见一个老人呢，病的，啊、哦，老得不得了，头也晃头了，是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耳朵也聋，牙也掉了，迈步也迈不动了。他问拘尼说：“这个是个什么人？”拘尼说：“这个人怎么老了，老的这样。”啊，他说人老的就这么样子啊，啊，这个太辛苦了，于是乎又不愿意去游历了，不愿意去走，就回来了。回来第三天呢，就到西门去，到西门去，就见到一个病人，见到一个病人呢，病得很厉害。总而言之，病得太厉害。他又问拘尼说：“这个人是怎么？他怎么这样的哼哼呀呀的？
这么痛苦的样子。拘泥说啊，这个人病的，有病的。他啊，有病就这么辛苦，又不去游历了，又回来了。这见的生老病，第四天呢，到北门去，哦，就见着有一个人在那死了。他就问，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拘泥说，这个人死了。释迦牟尼佛，哦，这死了，死就这样子。于是乎就，正在这儿，觉得很这个什么的时候呢，就又来一个和尚，来个比丘，比丘啊，就穿着这个袍，搭着衣，这样从这边从他身边过，啊。他就问拘尼说：“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个人？”拘尼说：“啊，这个你问问他就知道。”于是乎就问这一个比丘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释迦牟尼佛问他，他说：“我是个出家人。”他什么叫出家人呢？出家人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：“我出家就是比丘。”比丘啊，就不受这个生老病死苦的拘束，要离开生老病死苦啊，离开生老病死苦，然后呢，就了道了，不生不死，可以成佛的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是个太子啊。就问他说：“哦，那你可以叫我吗？怎么样出家？你可以做我的师傅吗？”啊，这个比丘，他本来是净居天人，净居天人故意呀、变化一个比丘来度释迦牟尼佛的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一问他的时候，他把这个锡杖往地下这么一蹲，啊，一戳这个锡杖，拥身虚空就到天上去了。释迦牟尼佛这也没有法子小道，也没法子出家，这又回到宫里去了。回到宫里呀，这个时候啊，就在印度有一些个相师啊，就相面的，就对他父亲母亲说：“太子如果在7天呢之后，他不出家的话，他就可以继转轮圣王的位，就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所有宇宙的国家的国王都要受他管，都要受他的管。只要你保留他7天之后，就可以继转轮圣王的位。”于是乎，他的父亲呢，净饭王啊。就派出的军队周围就给围起来，把这个城就给围起来，围起来，里外交通都绝了，就像现在是戒严了，戒严令下戒严令了，谁也不准到里边去，谁也不准到外边去，啊，就把释迦牟尼佛给围到宫里头了，把东宫给看起来。这一段请给他们翻译。优波离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我亲随佛于曾出家，亲观如来6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至诸外道。”解脱世间贪欲不漏，在礼拜五啊，讲释迦牟尼佛被净饭王啊派的这个军队，把这个东宫啊都给
看起来。时令啊，这个东宫太子所住的那个宫殿里外的交通断绝，也就是啊给封锁了，现在的新名词叫封锁。嗯，再一个意思呢就是戒严了，戒严呢不准里边的人到外边去，也不准外边的人到里边去，消息呀断了。为什么净藩王他把这个消息这个断了？因为他听这个相师讲啊，如果七天之后，在七天之内啊，佛不出家，过了七天之后啊，这个悉达太子就可以继这个转轮圣王的位。这个转轮圣王啊，他管这个一四天下的。一四天下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。这整个世界不是单单我们这个南瞻部洲，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南瞻部洲。其中啊，还有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北俱泸州，这叫一四天下。这一四天下，一个日月，一个须弥山，这叫一个世界。这一千个世界算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。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个大千世界，所以这叫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呢，他管这一四天下，就管这一个世界的。因为相师啊说佛七天之内不出家就可以做转轮圣王，于是乎这个净藩王啊就把这个太子给看起来。可是看起来了，佛因为有大善根，虽然被人看起来他还不迷。净藩王当时啊选了很多美女都放到宫里啊，给这个太子来娱乐。那么这个太子啊见着这些个美女啊，也就等于没有见一样啊，见入不见，闻入不闻，这所谓言观生财内无有，耳听尘世心不知，内无身心，外无世界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净居天人呢在天上啊就又现身讲话了，就对太子讲说，太子啊，你是不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五欲，就把你许氏的愿力忘了呢？你许氏发的什么愿，你现在还记得不记得了？你这悉达太子说，我没有忘，但是现在我也没有方法。这个净居天人说，你如果没有忘，你还想要出家修道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帮助你。这悉达太子说，可以的，你帮助我呢最好了。这个太子啊就命这个大臣呢、啊、拘逆啊就是这个优婆离尊者。这个就被这个车马呀、啊、被这个拉马这个车把这个马给备好了。备好了
这个拘逆呀、啊、和太子就在后园里头啊，预备呀、啊，冲出去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这四大天王啊，因为到过中国，看见那庙前面有个拿琵琶的，又有拿那些人，那有四个人呢，那就是四大天王。就这四大天王啊，每一个天王拖着一个马足，就拖着这个马腿，啊，就把这个马呀，连这个悉达太子带拘逆呀，一起就得都给周到虚空，从虚空啊就飞出去，腾云驾雾就走，一走走了有三由旬，然后。就落到雪山那儿，于是乎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雪山修道。修道啊，这时候天人的感应啊，有这个麻脉，在那地方有产麻脉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天就吃一个麻粒，一颗麻粒，一颗麦粒，这么维持他的生命。当时有父党的亲呢，三个；母党的亲两个。随着佛啊，在那儿修行。这有三个，因为不能受苦，释迦牟尼佛在那儿受苦啊，一天只吃一麻一麦，那三个人呢，就不能受苦。说这修道太苦喽，这成佛的什么时候可以成佛呢？咱们都是走喽，这三个人呢就走了，到鹿原去修道。这因为受不了这种的苦，所以走了。等到天女送乳的时候，啊，天女送乳的时候啊，用那个牛奶煲粥给释迦牟尼佛喝。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瘦的骨瘦如柴呀，啊，瘦的非常的难看。等到喝了牛奶粥之后呢，这个身体自然就又胖了，又都肥起来。再生下这两个人呢，啊，说佛啊，现在以前能受苦，现在他不能受苦了。他这样子牛奶粥都喝，这他不能有什么成就了，他受不了苦了，我们都是要走了。于是乎，这两个人也走了。这父党之亲、母党之亲五个人都走了，就剩一个谁？就剩一个拘逆。这个拘逆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优婆离尊者。所以他说啊，我亲随佛呀，我亲自随着佛，于城出家。啊，从这个东宫里边呢，哎，就骑着马，飞出这个城，出家去，亲观如来，我亲自啊见着佛，6年苦恨啊，在这个6年之中啊，行这个难行的苦恨，忍这个难忍的这种苦恨，亲见如来。我亲自啊见着如来降伏诸魔，怎么降伏诸魔呢？在佛呀，本来在雪山呢可以成佛，他因为啊，恐怕世人误会呀，说是这成佛一定要受苦才能成佛，于是乎啊，他就不在雪山打坐了。走到菩提树下，木真，你到过菩提树那个地方没有？到过印度吗？没有。这个菩提树，坐到菩提树下，他就发愿了。发什么愿呢？他说：“我坐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不成佛。”我始终不起于坐，
我始终啊是在这儿坐着。于是乎啊，坐到这个地方就不起身，不起身坐到48天的时候啊，第48天上，这个天上的六欲天的魔王啊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呢有32变，有32种的变化。那么他梦醒了，这个魔王啊，他也会算，会观察的，会观察，他看一看，我为什么做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梦呢？一观察，哦，菩萨坐的菩提树下就来成佛了啊，这是不可以的啊，我一定要去啊，破坏他的定力，破坏他定力。怎么样破坏他的定力呢？就啊，派了他四个魔女啊，相貌都生的非常的美貌啊，你看那个魔就是妖怪，妖怪他虽然是妖怪，但是他也不愿意丑陋啊， Don't like ugly, like beautiful。 那么这四个魔女啊，这倒是来扰乱了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定力。到这来怎么样呢？现32种媚相，媚啊就是谄媚的这个媚，现32种的媚相。啊，这种媚相呢，就是总而言之啊，就是引诱啊，引诱释迦牟尼佛，想要啊，叫他生出一种凡心来。没有定力啊，没有定力，生出一种啊这个凡夫的这个心，这种爱欲心，生出一种爱欲心，爱哦欲，生出这两种的心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呀，既没有爱又没有欲。虽然不是木头，不是石头，说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是释迦牟尼佛呀，可能在这个境界呀上，不被境界转，就是方才我所说的“眼观生死内无有，耳听尘世心不知”。他不被这个魔女这种魔力啊所摇动。这个魔女虽然再美貌，这个游惑力，游惑的力量虽然再大，他也呀如如不动，寥寥长鸣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坐那地方如如啊，一点都没有动心，不生这种爱欲心，能以呀、对境心不起，对这个境界上啊不动这种心，对境无心。那么这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啊就观想，做一种不净观。什么不净观？就前几天呢，那不是那是九想观吗所讲的，现在他修的不净观，做个不净观。不净观呢，他就想，哦，你现在你来骗我了，你虽然相貌生的美丽，不过也都是带肉的一个骨楼啊，啊，九孔长流不净啊，眼睛就有眼池，耳朵就有耳塞，
鼻子就有鼻涕，口就有口水粘痰，这七孔不净。那么再加大小便，更是不净。又周身毛孔啊，每一个毛孔里头啊，生的好多虫啊。周身都不清净，污浊邋遢。这样一想啊，把这个四个魔女呀、都给关的，就像个老太婆似的，这个笼中啊，老态龙钟这个样子啊，他自己一看他自己呀、这四个魔女互相一看，你看我也老的这么样子，鸡皮毫发，心不笼中。他看他也是鼻涕粘痰的这。周身都不洁净，周身都是虫。他们这四个魔女对面互相一看呢，他也就做起呕来了，他也就吐起来了，互相这么一吐，他互相知道都是老的这个样子了，也没有法子骗释迦牟尼佛了，于是我都跑了，真的跑了，这把这个魔给治降服了，又有。这个魔王看四个魔女回来没有法子，于是乎就亲身率着魔子魔孙呢，一起来就想要杀害释迦牟尼佛，想把释迦牟尼佛给杀了。你看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怎么样啊？还是如如不动，寥寥长鸣，还是也不生恐惧心。在那坐着，入了这个无争三昧，不和人争斗。这个时候这魔王因为你要是动念呢，他魔来呀，你要是有念头一动啊，就和魔会接触上。你这个念头不动啊，他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魔王也不能扰乱释迦牟尼佛，魔王也跑了，也回去了。这个制诸魔外，又者那个申日，这有一个外道的师，就申日，他的名字叫申日。他怎么样啊？他呀，把这个饭里头下上毒，去给释迦牟尼佛吃这个饭，预备释迦牟尼佛一吃这个饭就把他毒死了。释迦牟尼佛。看见这个毒贩来了，自己还照常他心这样想，他说我心里没有毒我吃这个毒也不会毒死我，那里头没有，他就不会发生作用的。于是乎把这个毒贩也吃了也没有毒死，也没有事情。这是一种，又者那有外道的。这个外道的这个法师外道师，妒忌释迦牟尼佛，因为在印度佛没出世以前都是婆罗门教，这婆罗门教也都是一种外道的宗教。在佛没出世以前，佛没成佛以前，他这个外道很盛行的，人人呢都去。拜这个外道做师父，等佛一成佛了，一修行六年苦行成佛之后，佛成佛之后了，这个外道的弟子就都去拜释迦牟尼佛做师父，好像这个老迦叶目连舍利弗这原来都是外道的，他们都是外道，他们都拜佛做师父，这个外道就妒忌。就用这个象，把这个象用嘴给他用酒把这个象给灌醉了，喝醉酒了。这五个醉象到这个地方就预备来把释迦牟尼佛给碰死。因为他醉了，什么也都不管。这个醉象，力量最大，也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住。那么预备
去叫这个五支罪相呢，把释迦牟尼佛给毁坏。虽不知这五支罪相冲着释迦牟尼佛来了，释迦牟尼佛把手一伸，由这个五个手指头上啊，就变出五个狮子。狮子，这五个狮子一出来，这五个罪相啊，都吓得哦，大小便也都来了，就自己就爬到地下，给吓得几乎给吓死。然后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制诸魔外的这种的力量，这都是啊，这个优婆离尊者他亲自见的，啊，说我亲见如来。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，解脱世间，把这个世间呢，这个贪欲啊，诸漏啊，都得到解脱了。贪欲，这人所最贪的啊，最看不破的，就是这种啊，情爱。这个情爱啊，把人呢捆的啊，醉生梦死。都是因为这个"情爱"两个字，如果能把这个情爱没有了，这个贪欲啊，心也就没有了，诸漏也就尽了。为什么你有漏？就因为你有爱欲心，有这个情，有爱啊。众生就是啊，情迷的，越重情迷就是凡夫，越尽情空。是诸佛，所以诸佛怎么成的佛？就因为情空了，啊，爱心空了。众生为什么做众生？也就因为爱欲心太重了，情爱心太重，所以呀，就摆脱不开这个世界的轮回生死，这就叫啊，漏落到三界上来，漏落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个。这就叫有漏的，那么要无漏呢，就把这一切，和这一切都相反了，啊，你能以回头转，向后转，啊，所谓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能知道回头啊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解脱世间，贪欲诸漏。You have, you don't have. 乘佛教界入世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威悉，性也遮也，悉皆清净，身心。寂灭成恶魔汉，成佛教界。这个优婆离呀，他亲自随着佛一起去出家，飞出这个城，又亲见。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了6年，又亲自看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入道，又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制诸魔外，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。乃至成佛，都是这个优婆离呀，他亲眼看见的。那么，释迦牟尼成佛教界，释迦牟尼佛呀，看见优婆离尊者在过去无量诸佛呀的教中啊，他都是持戒第一。现在这一次，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成佛，优婆离尊者仍然呢
同时啊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所以佛就叫他在这个佛法里边呢，专门要修行戒律。讲解这个戒律，你们现在这学佛法的人呢，也要把它记一记。戒最初有五戒，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，这叫五戒。然后又有八戒，八戒再加上这个不非吃食，就是啊，不是什么时候都吃东西，过了12点钟以后啊就不吃东西了，这叫不非吃食。不坐高广大床。不啊，坐这个睡这个大的床，因为睡大的床呢，就会生出一种啊，功高骄傲的心。不睡这高广大床呢，就养成自己没有骄傲心。不非吃食呢，这就是不会有一种贪心。你人要是啊，吃惯了东西，一有东西就想要吃，一有东西就想要吃，那么你不非吃食啊，就能制止啊这种贪吃的这种贪欲心。还有不图是蛮，歌舞观听，不用些花香的或是什么美丽的东西，来涂抹装饰自己的衣服和身体，也不故意去听歌曲、看跳舞等来愉悦，因为这样也能令人生出一种淫逸放荡的心。所以啊，这都要戒，这叫八戒。这八戒呢，在家人也可以受。那么沙弥有10戒，这在家人不能受，一定要出家人呢做沙弥，这才可以受10戒。不是说受了5戒就算了僧伽，受了8戒都能算个僧伽。受了10众48清戒也不能算的僧伽，一定要受啊沙弥10戒，然后要受啊比丘250条戒，再受啊菩萨10众48清戒，这才算的僧伽。不是说啊，像说美国这个地方要别开生面，另要开天辟地。说是啊，是一切的人都是僧伽，连那个茶杯，我听这个，说一切桌子板凳都成了僧伽了，你这连茶杯带饭碗带筷子一起吐嘎子，这就叫僧伽。这是啊。小孩子说笑话也不会说出这么妙的笑话，这真是妙到极点，妙不可言了，太妙了，你说是不是妙？斯蒂夫，要是这么样啊。都是僧伽的话，那这世间什么不是僧伽呢？你说什么不是僧伽？没有什么不是僧伽。那既然都是僧伽，何必又要有个阻止呢？为什么又要阻止起来一个僧伽呢？所以啊，这个说的，我认为这是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得未曾有，真是得未曾有。那么这个比丘尼呢，有348条，要受348条，这个戒律。所以这个文田大那地方问，说是10众48清，这个名称都没听过，他怎么能会知道呢？难怪他们是战战兢兢的。对你这个戒，单单这个戒字怎么样讲？
你就不知道多了最低限度啊，这个戒字是怎么样解法都应该知道。这个戒啊，印度话叫波罗提木刹，波罗提木刹，这梵语波罗提木刹，这个它也是中文的梵语。你们学过梵语的，大家你们读的比我还会正确一点。波罗提木刹，又叫斯拉，斯拉。这个戒就是斯拉，斯拉波罗蜜。这个，那么究竟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止恶防非，止恶，止住一切恶，防非，防你的过错。啊，止恶防非。那么要是啊，再详细来说，就是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不作，啊，众善奉行。诸恶不作就是 all bad things you know doing， 众善奉行 everything good things you got to do。我这个翻译的不知道恰当不恰当，如果不恰的时候，你们随时可以改正。我这个不是金规玉律，我说了不是就一定算，就不能改的啊。这叫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在这个古来的人呢，有这么一回事。有一个人老居士啊，去问一个老菩萨，修道得怎么修，要怎么修道。一个老居士啊，就一个在家问一个老菩萨，就是问一个出家人，这修行究竟要怎么修行。这个老和尚啊，对他讲了，说你要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可能这个老居士说啊，这还要你讲吗？这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两句话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啊。啊，可能这老和尚说，3岁小儿虽知得，虽然他知道，80老翁行不得，80岁的老人呢，他也没做到圆满，也没做到啊圆满这个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所以这个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呢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在礼拜五那天你们开会，你们也问问他僧伽究竟要受多少条戒律，你光说这个10重48轻，他不知道呢。那么他们想要做僧伽，做僧伽，要受多少条戒律啊？这应该要知道的。如果说是他们别开生面，另立门户，那就不应该叫佛教啊？为什么呢？佛教人家固有的这种的戒律，固有的规矩。你既然不遵守，你算一个什么佛教？说新佛教，怎么样新法？啊，佛当初啊，可以在天上说法，可以在地狱里说法，可以在人间说法，可以在龙宫说法。你们现在这个新佛可以在什么地方说法？问他们，啊。说是那他们都不能去，这都是神话。你也可以制造一个神话来听听啊。你可以也制造一个神话啊。啊，不要说旁的神话，你就是像现在，不要说旁人，就是眼前这个果地，他要能有果地这个本事啊。有果地这个本事都不可以改换佛教的，何况他们果地的本事都没有呢？
那你凭什么资格去改变新佛教？你凭的什么啊？你做生意要有个本钱，你想去到政府做官，你要大学毕业了才可以的，能做大官。那么你想做一个新佛教的新僧伽，你凭着什么？啊，说我还讲这个佛的四谛六度十二因缘，照着佛，我小还小佛这个所说的这个咒，念经还念佛所讲的经。你既然念佛讲的经，念佛说的咒。为什么你什么地方就是新的？啊，哪个地方是新的？所以呀，这太矛盾了。啊，我希望你们这些个美国的青年的学者，尽量要纠正这一个错误，要纠正这个错误，不然的时候啊，这把佛教就会。一天一天就没有了，一天一天就没有了，啊，我不是骂他们，简直的这就是啊，在释迦牟尼佛以前呢，也说过，说末法时代呀，这个魔子魔孙呢，都出世，就是释迦牟尼佛降伏诸魔、治诸外道那个时候，这魔王波旬就说过：“说你现在我没有办法你啊，我将来呀，我对你这个教啊，我一定要破坏你的。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怎么破坏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呀，叫我的子孙走到你的宗教里头去。”吃你的饭，穿你的衣服，像你那个锅里呀、屙屎屙尿，像你那饭锅里屙屎屙尿，啊，破坏你这个宗教，令人没有人信你。现在这就是这个时候，所以呀、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早就看见了有今天这个现象。啊，止佛穿衣，赖佛吃饭。啊，在佛教里头啊，不做佛教的事情。好了，请把这一段翻译完。成佛教界，入世乃至三千位矣，八万微细。性业、遮业、细节、清净、身心寂灭成恶罗汉。优婆离尊者啊，他在佛教里头啊，是持戒律呀、啊，最为第一。在佛教里头啊，有律师，律师啊就是持戒律的，专门呢修戒律，就叫律师。又有法师，这法师呢就是讲经说法的，有两个意思，就当这个法师两个字啊。讲经说法，以法施于人，这叫法师；以这个佛法呀来布施给呀人，这叫法师。啊，又有呢一个讲法，就是以法为师，以这个佛法呀为自己的师父。所以呀，有这两个意思。以法施人也是个法师，以法为师也是个法师。我这法师就是讲经说法的。那么还有这个教师，教师啊，就是研究教理的，研究教理的。又有禅师，禅师啊，就是参禅打坐的。
这个律师啊，因为佛啊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去世之后呢，这个比丘啊就要以戒为师，所以呀、要修行啊，最要紧的呢要经持戒律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叫优婆离尊者呀，就专门持戒律，入世乃至三千为一。这三千为一，怎么叫三千为一呢？这个出家人呢，比丘有250条戒律。250条戒律呀、这行有250条，坐也有250条，住有250条，卧有250条。这行住坐卧，这叫四大威。行要有个行的相，坐有坐的相，住有住的相。卧有卧的相，什么叫行的相呢？行要入风，这个风啊，并不是像那个刮飓风那种风，是清风徐来呀。那么慢慢的，好像那风微风啊，那种的微风啊，慢慢走，走路啊，不是那么慌了慌张的、冒冒失失的，不是那样子。啊，这是行路，住站到那个地方啊，一定也要有一个站相。怎么样站相呢？站入松啊，好像一棵松树似的，在那站得直直的，不是说的往东歪西倒啊，这样的站有站相，坐。坐入钟啊，坐在那个地方像一架钟似的。那古来那个钟啊，现在摆在那上它不动弹，像坐入钟。卧呢，躺在那个地方卧入弓，卧的时候要这个吉祥卧。怎么叫吉祥卧呢？这个吉祥卧就是这个这样子，这个躺在那个地方啊。这个右手啊托腮，左手呢搭胯，这叫吉祥卧。卧入弓，这个身体呀、像弓，像一张弓似的弯着，这叫吉祥卧。入弓，那么这行住坐卧呀，各有250条。那么这合起来呢，这叫一千。一千呢，这又加上啊，这个身持戒要有一千，心要有一千，意要有一千，这身口意，身口意这三业各有一千，所以呀，这叫三千，三千为一。8万微细，本来是84000，这个细横有84000，细横84000呢，再把这个身口意，再把它这个身口意变成啊。这个贪嗔痴，贪嗔痴啊，每一个字要2万1000，贪2万1，嗔2万1，痴又是2万1，再加上一个等分，等分又是2万1，这通通呢就84000，这8万细横。细横啊，是很微细、很微细的。
这打乱气氛。我现在说你们恐怕也都不太了解，慢慢的研究时间多一点就明白了。这叫八万微细，性业遮业。怎么叫性业呢？这个性业呀，是它的本体呀，不比你犯呢，它才犯戒。就是没有犯呢，这个本体就是啊罪恶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叫性戒。性戒就是杀盗淫妄，这根本呢四根本戒，这叫性戒。这四种戒你要犯了呢，不同忏悔的，你不可以呀、改过的。可是啊，讲是这样讲，但是你要真正的犯了，真正的要痛改前非呀、生忏悔心也可以的。那么这性戒是这个性业造的业，就是杀盗淫妄。跟遮业，怎么叫遮业呢？遮业就好像啊，本来你不会犯罪的，犯戒的，因为你用这种东西啊，它就导引你啊，引着你去犯罪了。好像有一个人受五戒，受了五戒啊，他有一天呢就守不住这个五戒了，守不住五戒，他就想啊，我好喝酒，这个酒没有关系嘛，这受五戒杀盗淫妄都可以受，这个酒戒呀犯了也大要不成问题。他自己呀给自己讲道理，自己呀给自己做辩护律师，自己给自己做辩护律师啊，这辩护律师啊，喝点酒不要紧。于是乎就去买了一点这个或者白兰地啦，或者威士忌啊，买回来了。要喝酒，一想啊，没有什么菜，中国人喝酒一定要吃菜的，要预备点好的菜才能喝酒啊。那这要有一个小机子，你说来把它有一只小机子送酒，这最好。偏偏呢他这想鸡呢，邻居就有一只鸡呀、就跑过来了，他看见左右望望，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啊，他一把就把这个鸡就给抓来了，把这个鸡呀、抓来了，他就这犯了盗戒，把这个鸡给抓了，然后他把这个鸡就杀了，这就犯个杀戒，正着喝酒吃鸡肉，这来邻居这个女人过来就找这个鸡，就问他说，你看见俺们那边有一个，我有一个鸡丢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说我没看见呢。啊，这也犯了打网语戒，网语戒也犯了。王宇戒犯了，然后他又看看这个女人啊，生的都虽然不太十分呢、美貌啊，但是也都过得去。于是乎啊，哈、就生了一种隐喻心，把这个女人也给强奸了。你啊，就因为想要喝酒，就把五戒，本来他想以为就犯一戒的不要紧呢，结果因为喝酒就犯了盗戒，犯了杀戒，犯了打网语的戒，网语戒又犯了淫戒，杀盗淫网酒，哦，五戒一起都犯了啊！就因为啊这一个要饮酒，所以这个饮酒呢，所以佛教你不要饮酒，这就叫遮戒，这就叫遮业。遮啊，好像你吃荤，说啊
吃荤你就犯了杀戒了啊！你要不吃荤呢，这么自己与这个杀业就没有关系。这吃荤也是，或者是啊，你开垦地啊，像受戒的人呢，不能种田的，不能种地的种植，因为什么呢？种植啊，你开垦地也会啊，杀了很多众生的啊，很多畜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个都是啊遮戒。在你真要持戒的人就不能饮酒，不能吃荤啊，不能开垦这个土地，这种种的事情不能做的，这叫遮戒。遮业啊，要遮止的，要禁止啊这一件事情，这叫遮业。细节清净啊，这性戒七三千威仪八万细横，乃至于性业遮业，细节清净了。他因为守戒守得清净，所以这个业也得清净。身心寂灭，身心呢啊，他非常的清净，非常寂静，成恶罗汉。于是乎啊，正果成恶罗汉了。我是如来众中纲基，亲印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推为上。我是啊，如来众中纲基，是大众里边的一个纲领，一个管纪律的一个纲领，就是大众里边的一个上座，一个领袖。我给大家做一个模范，做一个法宰，那么众人呢都跟着我学。纪就是这个法纪，修这个戒律。那么所有的戒律呢归这个优婆离他来管。亲印我心，世尊呢亲自印证我这个持戒精进这种心，持戒修身，我修行持延迟戒律，修这个身体，众推为上。大众啊认为我是持戒第一。佛问圆通，现在佛呀问谁是圆通，我以指身，这个指啊就不是指着的指，这个是指持的指，我以指持这个戒律啊来修身，指持戒律修身，身得自在，我的身呢就得到自在了，得到啊啊非常快乐，非常自在。次第止心，其次呢，我修身把这身戒不犯了，我要修这个心啊，直持这个心盖啊，心里头的盖路。这个身盖呢就属于小乘的恶罗汉所持的，心盖呢就属于菩萨了，属于菩萨，他是在这个心意识啊都不犯戒的。心具通达，这时候身戒也持得圆满，身戒持得圆满，心戒也持得圆满，所以呀、啊，身心就都通达了，身心呢，通达了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，在这个时候啊，身心的通力呀、啊，就非常的自在，非常的快乐啊。四为第一，我这个持戒律呀，这个持戒律修身这个法门呢是第一的，我认为它是第一